Baby 回归之后，浙江卫视奔跑帮形成了八位常驻 MC 的阵容，本周还将会有三位嘉宾做客奔跑帮，分别是郭京飞、阮经天、林嘉欣。奔跑吧女嘉宾林嘉欣出生在加拿大，回到台湾后出道，曾经出演过张学友等歌手的 MV。 林嘉欣是金马奖史上首位获得最佳女主角、最佳女配角与最佳新晋演员奖三项演技奖的大满贯演员，代表作有《男人四十》《爱情呼叫转移二》《爱情左右》《天将雄狮》等等。林嘉欣第一次祝客奔跑帮，阮经天出生于台湾台中市，2008年由他主演的偶像剧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创下了台湾偶像剧收视纪录。2010年又因出演台湾电影《猛侠》获得第47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。郭京飞上次做客奔跑吧还是第一季的时候，转眼已经快三年了，从2013年的《龙门镖局》到现在，他已经有了更多的作品。再次做客浙江卫视奔跑帮，他的表现也很令人期待。本周五晚，浙江卫视奔跑帮郭京飞、阮经天、林嘉欣加盟，你期待吗？